PP 塑料是以聚丙烯树脂为 PP 片材的主要原料，加入各种工艺色牡蛎、硬化剂和增光剂，经混炼、增塑剂挤出，三滚压制、冷却、拉伸、压延而成。PP 片材具有无毒、无味、卫生、机械强度高、阻隔性好等特点，可用于工业、农业、水果等行业的包装。PP 片材还适用于包装耐寒性高的冷冻食品，如冰淇淋盒、汤圆盒、饺子盒等。